明轩最近有一股腥风血雨，充满了前仆后继的精神，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明星一直来我们这里卸妆。我不懂，不要再吓我了好不好？是不是我们节目吓不倒他们了？今天有一位明明上次把我吓坏了，他今天又要来耶。今天真的我们把他逼到没有退路哎。我刚才进棚看到他，我抖了好大一下。事情慢慢处理。好，我们先欢迎五位女明星。哈喽，你好。欢迎。今天隆重介绍呢，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内地的名模特儿竟然第一次来上《康熙来了》，就来上这么冒险泛滥的单元。你觉得这是好的待客之道吗？这不是啊，我们在搞什么？欢迎李艾小姐。大家好，欢迎。李艾，内地著名的模特儿，还有当红主持人，世界超模大赛内地总冠军。你好，李艾。李艾是名模特儿，然后也成为名主持人了，然后有跟汪婉中先生在内地合作节目，他也曾经跟我搭档主持过两个典礼。那你看他的高度，当然对他不太满意吧？就是秃头，太高太高太高，秃头。我没有站过去，其实还好啦。让他走个台步给你看一下好吗 ？OK， 好，李艾，麻烦。气势还蛮好的耶。他是名模啊，有国际感哎。好了，回来了，回来。你第一次上康熙，你有想到会是卸妆的单元吗？是，我也没有想到。李艾他说他就是很想很愿意光临我们节目，只是愿意来，然后就是说刚好撞上卸妆单元，就莫名其妙，就第一次要做这么冒险。哎，可是你卸妆 OK 吗？其实我很挣扎了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事业的上升期吧，然后对，有可能停在这一点。突然间让我真面目示人，我真的还挺挣扎。因为我看得出目测怎么样？因为我看到它底不厚。可是因为它有贴整副的假睫毛，对不起，是一副半一只眼睛，对吧？就是你看到假睫毛立在那儿，我跟你讲，会动用到假睫毛明显的立在眼皮上，就代表他的眼睛应该是不大，对的。其实 S 有发挥过一次豆腐心，就是上一次我们的卸妆，他看到了其中有一位女明星的状况，实在已经吓到全场的人，就其实连我都打算照规矩，就是任何人卸妆就应该把他的面罩给拿下来。可是上一次小 S 大发慈悲，她看完那个脸之后，她说我们不要把这个面罩拿下，因为会伤害到这位女明星在演艺圈的未来。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招惹到了一些观众，因为观众就很期待看到他们每一集都期待看到一个爆点，那那一集他们就一直期待这个人。然后可是那集已经有丁柔安啦，是啊，我觉得要爆点已经够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为了要给这些不满意的观众一个交代，我们会把这件公案给了结掉。可是我要先跟你们讲，因为他的面具拿下来是我没办法羞辱他的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是你再羞辱就是太狠了。可是那位女明星竟然今天还敢素颜前来的话，就表示她心理建设已经完成了。可是我真的没办法羞辱她哎，你知道就像一个人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所以等一下她面罩拿下来之后，你会一直跟她讲好话。我会安慰她，因为已经太差了，你再说她差，你知道那很伤人。我通常会羞辱。不然我们就把那个面罩拿下来之后的工作交给李艾来执行。啊，他会看着那个脸，然后发挥他主持人的功力，他讲些。李艾交给你了，交给你。今天为了检查你的皮肤状况呢，我们有高医生医师在现场。好，高医生你好。医生你好。美容科医师高医生今天特别为我们女明星的肤质做检测，究竟会有什么样惊人的发现呢？大家好。高医生，现在目前以肉眼观测的话，这五位女明星谁最让你感觉到卸妆后会有问题？我选中间的好了。彩白吗？可是很白耶。很白啊。我觉得它不会有差别。你觉得它问题会在哪里？它的问题会是在法令纹。来，李艾笑一下。大法令纹。白白，超级。你白白不要笑，法令纹还在。对。因为他喜欢甜美的感觉。他喜欢憋甜美的法令纹。有法令纹的感觉比较甜美。他那个上颚鼻骨这边比较凹陷，所以他在没有做表情的时候，那边深到很像化老妆哎。好好，我明天去打肉毒杆菌。不要因为要对李艾好，就对他旁边的人好坏。好，叔叔，我看看你，不要笑哈。他没有，然后笑起来呢？也没有哎。他怎么会没有法令纹？奇怪，你是打了过多的玻尿酸吗？没有。完全没有，因为你的没有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，是不合理的。哎，叔叔，你今天长得跟之前不太一样。医生，你看他真的，我真的完全没有。我们家人不太有细纹。医生，你看他是不是打过多玻尿酸在鼻翼两侧？我没有打，应该是没有打。我没有打，真的。所以你以前来就这么皮绷肉紧？我本来就这样，我连身上的皮都非常的紧。不会是要脱衣服？可以吗？不要。好，演员好黑哦。真
圆是你朋友吗？朋友啊。是吗？你是？你说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对。好，你好，我是那个电台 DJ， 号称南台湾小天后这样。演员，进军广播圈四年多，累积活动主持超过900场。有原因的啦，所以你是一直就是你是 DJ， 你干嘛晒太阳啊？其实因为我本身是阳光，应该是南台湾的关系吧，就是天气比较好，天气比较阳光比较强。我们只是比较卸妆后跟卸妆前的差异，而不是最丑啦。对，是不是就差异最大？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不是，因为有些人化了妆也丑啊。不是我吗？没有开玩笑的，是差异性的问题。好，今天还有彩妆师凯文。Hello， Kevin， 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法令纹超深的。你还记得上一次这位我们不忍心叫他揭露真面目的是谁吗？彤彤。是。他在卸妆之前，你有料到情况会这么严重吗？我没料到，因为他一直说他本来妆就很淡，所以他觉得他卸了妆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OK。所以我没想到会。是，就上一次呢，就是虽然他我们让他最后一个人才上场，可是就终究在整集节目结束之后都没有让他把面罩给拿下来。那当时 S 有跟我商量要不要做这个决定，我就觉得哦，难得 S 有人性，所以就顺着你的意思就做。可是我先跟大家讲，就是他的五官都还是一样，可是你要拨开很多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呢，就来把这段事情给了结了。我们现在把门打开。小心走，小心走。好，彤彤来到我们这边来哈。嗨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？就是我们说你不要放下来，万分感谢啊，因为我那天状况真的很糟啊。哎，既然万分感谢，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要来？因为就是还是要给观众一个交代啊。你有感受到压力吗？节目播出后？没有，只是想说哇，怎么这么多人想要看我素颜？可是我不懂哎，观众的交代有比你自己的人生重要吗？我无所谓啊。你是放下面罩，发人生就结束吗？就大家真的会吓到啊，就是让观众生气也比人生毁掉好吧？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糟糕，但他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好有责任感哦，就是超有责任感。就是娱乐圈的人对观众要有一个交代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是这么说，观众是衣食父母嘛。是。我就是完全是要为那些平凡的女孩发声呢。就是雀斑女孩站起来好不好？过敏的女孩站起来，就是要这样子、啊。要去哪里吗？一直叫人家站起来。你看，就是过敏跟黑眼圈啊，就是皮肤状况很糟的女生多的是，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就算皮肤很糟，但是你的人生还是可以活得很快乐。哇，好励志啊！好励志，好励志。没错。我跟你讲，这番话讲得热血沸腾，可是等下面罩拿来之后，电视前面过敏跟雀斑女孩可能会遭受到更大的打击。你干嘛卸妆？你们可以带着妆过生活啊！哎，可是你有勇气承担等一下面具拿下来的冻结感吗 ？OK， 因为现场会冻结，冻结就看谁可以来破冰啊！我们能看一眼。那个李艾，你先移驾到这边来，好你稍微遮掩一下好不好？没有夸张吧？你看，跟这个有是一个人，你没有走错棚吧？没有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说我是不是没夸张？李艾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拿出最隆重的方式来欢迎来自内地的贵客啊，就是这个不是每一集都有。大礼。等下，彤彤，我再 confirm 一次好不好？好。我。哎，自己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能这一集又糊弄观众一次，我们吃不消连续两次。可是我没办法讲话，要跟你讲，真的无言。好，李艾小姐请坐。好。OK， 那来拜拜，来看一下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是露出关怀的眼神。你怎么要去看医生嘛？有啦，今天有医生在，所以也许可以解决。他应该有在看医生。有，看到五官我觉得都很好，但就是拨开来看的话，反正等一下看看专业的意见。好，拜拜会做。好，嗯。好，那个好了，我来处理好了。我跟大家约好，我们真心面对这件事，好，我们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，然后不要让他再第三次受到这件事情的折磨。我帮你拿哈，好，妹妹你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我数到三，我要把面罩拿掉喽。好，上一次没有交代给大家的彤彤的真面目，一二三。
抽掉了。其实我说真的，他今天的皮肤比上次好，我觉得哎，对，他上次还有黑黑的一块一块的感觉，他今天比较颜色比较一致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他这个就感觉好像就是吃了麻辣锅，然后觉得是好像海鲜过敏。对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，电视拍起来会很糟吗？还蛮糟的啊，还好还好，很可爱，还好哎，可以把眼镜拿掉了。我觉得还好，电视拍起来还好。就是原本肤色其实是这样。所以 S 上一次阻止我们把面料拿下来的时候，你最担心的事情是？因为他就是皮肤有太多状况，我就不知道攻击哪一点，然后我也舍不得攻击他了，是，已经是不好。可是你今天这样从荧幕上看，会不会觉得好一点？我不知道你们该说好一点是说哪里，就是他看起来是五官清秀啊，就当然是漂亮，可是就是还是有很多你知道很多海草，就是状皮肤状况真的不是很好，就是还是在属于过敏的状态。那你这样每天上妆会不会痛或什么？就是会痒痒热热的这样，然后就是需要一直用冰块。可是我觉得观众还是看得出来你是蝴蝶姐姐，双生拥有才的蝴蝶姐姐。那个亲爱的，那个接下来眼镜框要拿掉喽。好啊，好，来，来吧，都已经降了，还怕什么？是是是，来，一二三，我也还好，是好讨厌的，就跟你们讲会安静吧。没有啊，他眼睛就还蛮有神的啊，还蛮大的，就是其实就是过敏啦，异位性皮炎是，那会反反复复的，而且。它不是整个脸红，它是一个中间这一区，就是一小块一小块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会很痒，就会一直很痒。会抓吗？我已经尽量克制不要去抓，所以你根本就是不能化妆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医生是建议我不要化妆，但是没有办法要控制。所以你的化妆等于说增加了刺激，嗯，所以一直会一直好，如果化妆就会一直不容易好，对，会加重它的。可是医生他如果去你的诊所，你可以把它弄得好一点吗？当然可以。所以你要怎么给他治？所以你最近，不过基本上这种过敏性的东西，可能要需要一次比较强一点的这种类似类固醇的东西，就像把它压下来，所以有点像气喘。那你的斑，你有想要去把它弄掉吗？没有哎，我真的觉得斑这件事情就是很自然啊，因为小时候就有，就是雀斑啊。全班女孩站起来！高晴今天是流露一种濒临疯狂边缘的气息，就是强压住的恐惧跟那种。我还好啦，我只是觉得就是做人应该要自然一点吧。你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觉得他会红了，因为我这样看完以后，我还挺喜欢他的性格的。哪个女孩子不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在脸上，然后就是羞于要面对公众？我下礼拜就把他派去你内地的节目了。好，然后面对这样的状况，大家一直说担心。我问你，康熙来当然在内地有一些观众看，很多。那请问内地有一些节目也开始请女明星卸妆了吗？哎，我那节目有哎，你看过谁卸妆？也是用这种方式吗？不是明星啊，就我们节，因为我们那个代表团里头，就我那节目其实是跟大学生了没非常像。OK，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坐在就是我们叫代表团，嗯，然后代表团成员也有很就是很受欢迎的，然后我们让他卸妆，然后包括我也被逼的要把假睫毛给撕掉。那卸妆时候你要讲好话还是讲实话？其实不需要我讲了，他们七嘴八舌，基本上就把他给废了。所以你们节目也可以攻击别人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之间本身就很熟，包括我也被攻击啊！我把这个假睫毛一撕下来后，他们说你长得好像唐僧王。其实可以演阿凡达，就是把肤色转成蓝的，然后五官还是在。他眼睛也够分开。你是不是看得到后面的东西？你已经搜寻一下360度。哎，请问。今天你是要当我们的助理主持吗？没错，我今天就要一直站在 S 姐姐旁边，吓死整集素颜，整集就吓死你。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拼不过他哎，对，他今天应该就是我们的镇山之。我先跟大家讲，爆点就这样的，我先看一下五位女明星她们对于彼此的这个评价哈。S 你觉得谁被投票会投的最严重？我觉得应该是圆圆。好，李维维小姐，李维维小姐觉得。差别最少的是白白，他说反正白皮肤的人就是很占优势。他觉得最严重的是圆圆，他说他从这个时候就已经看出来是有斑点。
这样看就有斑点了。现在有化妆，所以卸完妆通常就会看起来更蜡黄。对，那因为其他的真的太白了，那个没有什么差。对，今天你这个竞赛有点不公平，因为中间这几个都是白的耶。对，我不敢跟他白白比。要以肤色的黑白来分组吧。白白他觉得差异最小的，他认为是李艾。他说他看起来妆不浓，所以应该差的不太多。那他觉得差别最大的是圆圆，他说圆圆没有眉毛。我说可能会没有眉毛。眉毛比较要相反的，对。你有没有眉毛？我有眉毛啊，这都是真的眉毛啊。有，他有。我没有纹眉啊。叔叔呢？他觉得差异最少的是白白，因为他说他知道白白很重视保养，他认为差异最大的是圆圆。他说阳光会对皮肤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而且有一个他新提到的事情，前面人没有提到，就是有细纹，有年纪日晒。我刚才就有讲，他那个眼袋上面一定会就是附一些细纹啊。而且他说，叔叔说李维维看起来皮肤也不好。没有，李维维我记得我没有说不好，我没有写。对啊，看起来皮肤不好啊。然后是我说黑肌肤看起来容易。比较容易给人家的感觉，黑肌肤看起来容易皮肤不好。对对对，给人家印象是这样子。不敢把脸往右边转，什么意思？哪里？哪个右边？哪个右边？好，所以圆圆自己写的，他认为差异最小的是李艾，他说作为内地的名模，肯定保养就是很。不会马虎的，要不然一下就被人家给赶过去了。然后他说差异最大，他认为是白白。哎，他说白白的妆太浓了，所以卸妆后什么都没有。他可能浓妆艳抹的，他说不定撒下来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白白他是银在还有眉毛哎。对，我有眉毛。我不要给你们看，等一下给你们看，我眉毛很多。你有眉毛吗？他眉毛很多，我有，一度成为我的烦恼。可是刚才医生说他的法令纹会是一个问题，他看起来会不会变老？我可能会变很难像。因为他刚把刘海拉起来，我瞬间看到一个将军。其实我就会像男生一样。其实我觉得卸妆以后哈，最重要就是那个脸部的线条会暴露出来，因为等一下 Kevin 老师可能会录一些化妆的方式，让脸上的线条那个。那因为我本身是整形医师，所以我会注意这些。像白白我没有什么意思，但是因为他这个骨头这边就比较凹陷，所以容易是。好，李艾呢？他的观察结果是他认为差异最少的是李维维，因为五官很立体，鼻子很挺。他觉得差异最大的应该会是叔叔，因为看起来第一个有黑眼圈，第二个他觉得叔叔这种可爱型的人变化会比较剧烈。因为我真的，我昨天5点我才睡觉，我练舞。现在铺路吗？对啊，我没有铺路，但是真的，那我已经露出去了，有就有了。李维维还有叔叔赶工去，好，来请出发。我那么快就好。来这边请，这边请，待会见哦。尽快哦，要回来哦。报告，我可以去？有事吗？我可以去。找 Kevin 老师吗？你想要？因为我不想让 S 姐姐一整集都不想看我。最先帮他处理的话，会是处理什么？其实像他会让他立刻让观众觉得没有那么严重。可以，因为像他现在不能够随便擦太刺激的保养品，因为会更红。所以呢，我会用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BB 霜，但是我会用 BB 的遮瑕霜。OK， 对，好嘞。所以很快又跟妈妈让 Kevin 帮你处理哈，加油，加油。你知道他是少数穿着睡衣上来，然后我们完全没空聊睡衣。不是，题材太多了。老师，你说我的睡衣是不是很可爱？可是高医生，他这个如果必须工作上每天还是要化妆的话，那他是要靠口服的药来解决。他可能会建议他先敷一些药性的东西在上面，然后再化妆。所以他是不是连饮食上面都有很多禁忌？其实我觉得这些过敏的都是因为现在过敏。最常发生的原因还是我们吃进去的饮食，因为现在很多饮食上都是大家都外食啊，很多毒素的关系。所以你认为他说不定应该去测一下他对什么东西是特别过敏？对，他应该去抽个血再测一下他的过敏。所以你是说离婚的男艺人追你是不是？你怎么接得上这个？你刚才那话题我没办法再多聊什么后续。对，他已经离婚了。离婚的男明星啊，应该我们猜得到吧？是主持圈的吗？我都忘记了耶，我好想去卸妆哦。在你上节目的时候跟你要电话吗？
一起工作过这样子。追得很勤吗？还好啦，其实没有这么严重，只是在言语上那个稍微有一点点在搭讪而已啦。那你就立刻，我没有他的电话啊，他也没有跟我要。那你有高兴他追你吗？嗯，当然被肯定还不错啊。我看一下半边脸好不好？是，我真的遮掉了耶。差好多，是很像。彤彤姐姐回来了，就回来一点点，有一种阴阳界的感觉。现在还不错，有点可怕。你会不会太活泼啊？我觉得你以前第一次来康熙没有这么活泼，我们过度。我觉得是整个就已经放开来了，都已经卸妆又穿睡衣了，还有什么好做作？我曾经碰到过这样子的状况的女生，就我自己本人没有，她是。特别是珠宝秀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如果是那种服装秀的话，你打特别厚的底，因为反正在特别大的舞台上啊，远观很身材很好就 OK。但我试过碰到一个女孩，原来皮肤很好，可能是因为敷面膜就是次数太多，反而会造成过敏。然后我们演珠宝秀卡地尔的秀，她就没有办法演了，她都已经面试上了，然后都来了，那天就满脸就有点像彤彤这样。是因为你们珠宝秀常常要把手放在脸的附近吗？对啊，因为你的这个脖子这里也要戴珠宝，然后手上戒指，然后基本上都在脸的附近，然后等照片都是大特写。等一下只要一过来，观众就说：“哎，痘痘！”一过来，哎，痘痘！就无论到哪都是这样。对，不行，因为李艾就是主持起来很活泼，然后很敢讲一些事情。不过，就今天卸妆后，也不一定对他的演艺生涯有什么帮助，就是。我也挺习惯，因为那时候拍戏的时候，就我拍徐静蕾跟黄立行那个戏的时候，然后哦，这件事情有惹到你哦。有。他在那个徐静蕾的新戏里面，就是杜拉拉升职记记。哎，我好容易念错。真的是升职记了，因为那天我们访问黄立行，他一直说哦，我拍了新片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。什么？尺度也太宽了吧！有点是在探讨，就是。然后李艾在里面是演一个对黄立行极度着迷、一直勾引他的人。对。然后因为那个里头呢，我们女生先化妆嘛，男生一般都是差不多比较后面才来，因为他也不用怎么化就可以直接拍了。是。就直到有一次是因为我的飞机晚点，然后我比较晚才到，所有人都化好了我才到，然后我就坐在那开始化，然后黄立行啊他们都已经准备好在后面，后来。就全场就后面就一帮人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笑。那我说笑什么？原来黄立行跟他的经纪人都没有认出我是谁，再问说这女孩是谁啊？演什么角色？已经开机了大半个月了。我要把白白跟李艾送去卸妆喽。好，两位出发了，这边请。Kevin 是那个彤彤必须要工作了，你要让他回来了。可以。他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工作了。他现在可以了。哦 ，OK， 没问题了。好好，你现在可以。对着他了吗？我愿意正视他。OK。嗨。撞到，好难控制的来宾。彤彤，我们那个要开始迎接已经卸妆完成的人了哈。OK。好，我们把门打开，欢迎第一位进来。这里。好，李薇薇小姐，这个是你的睡衣哦。不错啊，很可爱啊，自然风。我先讲，他应该是没什么爆点，因为我以前跟他高中是同班同学，他皮肤非常好，还是很好。可是他这边脸上有很多血管，很像就是那种你知道刚被咬过的僵尸，可是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发展完完全的吸血鬼。就是说这个时候父母会说我不想杀你，我不想杀你，然后再说他已经不是你女儿了，你怎么样？然后他就最后的十分钟就。好传神的形容哦。好 ，OK， 李薇薇，那我们先戴着近视眼镜。那我可以数到三的时候把面罩拿掉吗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现在害怕的样子？不会啦，你算是非常好。OK， 好，薇薇，一二三。身为齐力的高中同学，卸妆后依然清纯可爱，白皙透红的皮肤，可是会让许多人称羡呢。谁说女生一定要上妆才能出门呢？变小了，对，变年轻哎，年纪变小了，是不是还好？我觉得还好啊，戴眼镜好，因为我有戴隐形眼镜，很好，眼镜可以拿掉，很好啊，美女，看得出来是刚被咬吧？因为这边那个血丝薄，脸太薄，这个就是皮肤太好，你知道吗？皮肤太薄，那个血丝是什么啊？哦，那就是微血管扩张，那可能需要一些染料镭射来治疗。
哎，他完全没问题耶，因为他眉毛也好浓哦，他眉毛也很漂亮，眼睛也很漂亮，他眼圈其实也不严重。你有没有觉得他不化妆比较漂亮？对，比较清纯。化了妆反而俗气哦，有气质。对，而且你看卸完妆之后，他皮肤还有水感呢。有，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好？没有，我就讲老实话。我们可能不能帮你补救什么，因为看起来就很好啊。好啊，你去做吧。演员，我们要把你送走喽。好，拜拜，待会再回来，加油。我觉得叔叔应该比微微要严重哎，我也觉得，因为他有一点说不出来哪里会出状况，因为他感觉眼睛那边好像有弄了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那要拆掉吧。哎，彤彤麻烦你。哇，一套的，衣服也可爱。最近毛巾衣是流行吗？毛巾衣男女都爱。因为已经是第二件了耶。很舒服。OK。好，我先看一下。哇，皮肤好好哦，也是很白。八校车怎么了？不用看了，没有破绽吗？他皮肤非常好，比李维维还好。对，奇怪了，你皮肤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不然呢？可是从小就眼神有点掉。哦，一定的，因为平常妆也不要太嚣张吧。你那是什么？你不要忘了你自己。哎，他皮肤好厉害哦！整个有上面是有灯光是在打你，是不？真的吗？应该是从头发上那个发卷。而且我刚刚卸完完全没有上乳液，觉得有点干。可是因为他本身双眼皮就厚，鼻子又挺，就也吃香。令我意外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妆好浓，就竟然是本来的肤色。你干嘛妆化那么浓？我平常眼妆真的比较浓。其实根本不用哎。我数到三，我要把面罩拿掉了，一二三。宅男女神叔叔，大家说一白遮三丑，白里透红的皮肤，应该会为你宅男女神的封号大大加分吧？哎，连嘴唇那个红都是真的吗？嗯，我觉得你眼镜可以拿掉哎。眼镜拿掉，比较无神。对，黑眼圈。眼镜拿掉就比较舒服。眼睛，嗯。还有眉尾淡掉，飞到气势，你气势变弱了。哈哈哈有没有？原来比较有气势，眉毛眉尾不见了，对，比较淡，眉毛比较淡。然后刘海并不算过分啊，就是他发头发，额头也不高，额头不高。可是眼镜拿掉之后变表姐，你们觉得？好像我表姐哦，有财血缘关系，就比较不像什么宅男，有会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感觉。可是他皮肤算是很惊人吧，医生？对，不过我是有发觉他的眼睛是好像有一点点眼睑下垂，所以下垂对，就是说他的眼睛睁开的程度好像稍微比正常小一点，就是说他给我们因为化浓妆的关系嘛，所以卸完妆其实他有点吃亏，就是说。卸完妆的反差比较大，对，它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可以稍微再亮一点，像我们眼裂的话，通常都差不多要一公分左右，那可能他就他睫毛很长哎，他睫毛是重的，所以医生的说法是说，如果我们把眼梢这样往上，就会好一点。是，我觉得医生说的是上眼睛盖住，盖住瞳孔的地方，对，医生他可以眼睛再对 ，OK， 对，帮他处理半边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觉得没有眉尾看起来就去看看。所以你平常如果上到这个程度的妆，你可能还是要跟人家保持一点距离，能够就是如果没有过敏的话，出门几乎大概就是这样。亲爱的，你今天有带放大片呢？对啊，今天有带。所以刚刚素颜的时候是有带放大片的吗？有哎，你放大片拿掉会差很多吗？眼珠的大小？还好，因为我瞳孔本来就蛮大。你现在是在哪？你干嘛那么赤裸啊？你这不是不能分享真实的面貌吗？因为我本来瞳孔就还蛮大的，那你戴那干嘛？加深。对，怪不得我们刚刚看他的时候，一直说他眼睛还算有神，原来是有放大片在救他了。嗯，很好很好，不要动，没有关系，不用为我们这样自卑。观众没有那么想分享。我觉得远看叔叔有差哎。有。对不对？你是谁啊？怎么搞的？无神。不是，他现在这个白的程度像有点像女鬼之类的。对，你好像脸被橡皮擦擦过，你知道吗？可是真的白就是都这样。就是一张淡掉的素描。不过高医生，我这样会看不出他的年龄哎，就你跟我说他25或35、40，我都想不出来他到底几岁哎。你知道有看不出年龄的肌肤才是好。皮肤白的人基本上这个一白遮三丑。卸妆大家都很疯狂。他占了很大的优势。我差好多。现在是Kevin， 你对一边的眼睛做了什么？我加了中间加了咖啡色的眼线。
然后呢不要拉太长，因为其实叔叔他的上眼皮长过下眼皮很多。你看他的上眼皮长到这里来了，可他下眼皮其实只有到这里。OK， 所以他如果眼线画太长的话，眼睛整个就垂，他就必须要把下眼影画得很重，这样眼睛才会平衡，那样看起来就会很艳。彤彤，我们要迎接下一位喽。好，哇，好，我是妈妈耶。哎，这是你的睡衣吗？是啊。所以你即使就是飞行到台湾来，也会带这个去旅馆里面。我觉得这种很方便，你就要可以，如果实在带不够衣服太热怎么样的话，你还可以接着把这个穿出去，嗯，下面配个牛仔裤就可以出门了。 OK， 李艾，我要帮你拿一下哈，你要给 S 先看一下哦。徐熙娣，你是什么眼神呢？皮肤当然是很好，可是差好多哦。怎么办？差好多，好像男生哦。真的啦，真的像男生。像男生吗？好像，他这比我小叔哎。或者是表哥好了，表哥好一点。哎，你节制一点哦，就是内地来的贵客。可是皮肤非常好，嗯，真的有像唐僧吗？就是真的是像武侠小说里的男生，是不是？你看你，因为你在你自己的节目里，可能只有拆掉假睫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们觉得好像从建中来上我们节目，感觉是建中的成功。我懂你的意思。哎，李艾，你准备好没？不，你这么说完，我想走了。其实我是女的。怎么办？从内地光临康熙来的贵客名模李艾小姐，卸妆后，一二三。我唱哎，什么表情？大家都。咱们内地著名的当红女主持人今天特别飞来康熙卸妆，这样的敬业精神还有态度，观众们应该会为你的敬业态度加分的。凝结了，我跟你讲，差很多。电视上拍起来还好，可是因为他如果不笑的时候，你不要笑。对啦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没有这个辫子哈，就是建中的啊。我以为你要帮他夸奖起来。我可以看一下没有镜框。没有镜框的话就这样，那可不可以没有镜框？没有镜框比较像女生啦，哦，可能是刚刚那个书生气太重了。那可不可以不要有刘海？刘海就是这样啊，我看他还好，没差。不，但是我因为我额头很大，我很高。我跟你讲，不戴黑框眼镜，我比较认得你。哦，对吧？黑框眼镜太严重了。因为没有办法，我不戴眼，就我真的是很深的镜度，我有500多度。他们一要我把眼镜拿下来，然后我就看不见东西了。我说那好吧，那我还因为他刚刚有化妆的时候，感觉讲话头头是道，我现在懒得跟你聊天。刚才讲话，我想说，哎，这是很会说话的女孩。现在而且为什么她连身高都不见了？对啊，因为我你现在怎么靠我那么近啊？我高跟鞋啊，是因为把你的气势再装回去。现在叫他走台步是不是过分？不用了啦，穿拖鞋应该走不出台步来了，还是要国际时尚感哦。那难吧？试试看，加油！灯在哪里？真的看，不要走到撞到睡觉。我走到哪里？每一格，你就凭感觉走好这里。好，李艾小姐出发喽！好。我懂啊，他会被选上模特，因为其实西方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是这种很根底很好的朴素的女生，可是一打扮起来就会身高对就对了，就所谓的可塑性。对对对，可塑性就是那时候拍照我可以拍风格很不一样的照片。你不要再假装口才很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口才很好，他可能是辩论，他可能是辩论社社长啊，真的，建中辩论社社长，真的，读书的时候确实是参加过辩论赛，还拿过奖的。可是底子是好的啦。要不要戴上你的近视眼镜，然后看一下，先看李维维好不好？谁？你旁边的李维维。好啊，对，他没什么问题。对啊，然后那个那边那个叔叔现在有半边脸整修，叔叔好像一直大小眼，好严重。有一半好多哦，有一半整修好，有一半没有。Kevin 可以帮他另外一边也弄好。我们一直觉得摄影棚是歪的。我真的非常够意思，我把放大片给拿下来了，而且我戴的是1000度的大眼镜哦。高潮迭起，我们两个我不认识你，天啊，将军！1000度，其实是有黑框眼镜闹的啦。老板，黑框眼镜，而且有接睫毛啊，所以睫毛小差好多，没有那么严重啊。这样子像
就是你知道好大一块。对啊，眉毛很浓。然后之前的那个靠化妆画出来的媚感也没了，清纯。就是不是你现在回头看李艾，觉得李艾没有差很多？赶紧把黑框眼镜拿下来。李艾好清秀哦。小白，你准备好没？我数到三好不好？好。可以吗？嗯。你会不会哭啊？你会哭，我不要让你哭。没关系啊，既然都来了。真的吗？爸爸差很多。真的吗？我很高兴。我觉得离婚的那位在追你的男性，应该就是会立刻打回票，就是跟前妻复合。准备好，好，加油，坚强一点哈。OK， 好。一二三，拜拜。没有差那么多吗？身为宅男女神的百白，大家说一白遮三丑。不过今天非常有自信前来卸妆，还是为你的勇气加加油啦。不同人呢、啊，我知道不同人，但我觉得好像欧吉桑啊。我告诉你，卸了妆之后啊，真的不应该出现那种就是你知道这种姿势不适合的。好，是将军的样子，好像有主妇的味道哎。对，梦想是人妻。可以吗？眼镜拿掉会比较好吗？眼镜拿掉应该比较好，而且我连放大片都没有戴。好多了，可是还是差蛮多的耶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是谁？你要不要批一下文？快点，第一次在跟着你的花军想。哎，他比较特别，我说不出来哎。高医生他差在哪里？其实啊，今天来这边的肤质都几乎已经要到满分的阶段。对呀。但是你会注意到，因为他们化妆的形态，把他们的 style 改了。对。那就是你就像他这样，他那张照片看起来就是娃娃脸这样。对。他现在素颜完了就比较清纯的女人一样，所以我们觉得反差很大，但是她的肤质根本完全没有问题。可是她的那个男人味是从哪来的？是眉毛吗？其实是眉压眼。对，还有眼集中。你说眉毛太靠近眼睛？对，因为其实白白的脸型很长，那平常有刘海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她脸的下半部。对，你看她如果把帽子往下拉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比例上面看起来好一些，但是当他没有刘海的时候，他的脸跑出来之后，你会觉得他的眼睛跟眉毛全部挤在一起，就很像很雄壮威武的武士。你看看有刘海以后，而且他也没有胡子，可是为什么有胡子感？有胡子，他的法令纹没有胡子啊，他的法令纹 ，OK， 是法令纹，比较深。你有后悔吗？不会啊，很值得，没有什么值得。Kevin， 不要再处理那个了，有新的事情要处理啦。好，应该去那边整修一下哈。他们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他们这个提嘴的肌肉比较发达，所以他们笑的时候比较容易露牙龈出来，然后就会有一点胡子的感觉，或者说法令纹的感觉。他我也说不出来几岁了，现在。就是他跟叔叔都会变成那种介于20到40之间的人哎。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到底干嘛来啊？啊，是为了欢迎对岸来的贵客吧？就是太周到了吧？你们拿出这么丰盛的菜肴干什么？好，那个，所以其实演员可能不会严重。对，好，彤彤，我们要欢迎他哦。小心，是杀了一只狗吗？他的位置。好，这是你的真实睡衣吗？对啊。OK， 所以肤色跟你想象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好，站好，我要给 S 看一下哦。好。让小医师开酒店的妈妈，没有风尘味吗？还是妈妈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呢。杨秀慧，杨秀慧20年后有混过秀场，保烟枪。演员，你刚刚出来的时候有照一下镜子吗？有啊，就平常我自己啊，我看习惯了，很爱去 piano bar， 曾经迷过林良乐。不过演员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急着当冠军，因为今天高手很多，所以你未必能够赢哦。错了，应该是朱姐这一类。好了，演员，我要把那个数到三，我要把面罩拿掉了哈。好，你可以了吗？我 OK 啊。好，一二三，演员。号称南台湾小天后的演员，卸妆后依然一样甜美，只不过这皮肤黑了点呢、啊。不过这也看得出来南台湾的热情嘛，您说是不是啊 ？S， 我认得出来是他啊。你认得出来吗？就是刚刚那个人、啊。可是你有感受到我说的那种沧桑感吗？我想想看，就是有在江湖打滚一阵子，离过婚，旁边有带了一两个小孩。
然后她是有点像你的姐妹涛的妈妈，对，老烟枪。你有没有抽烟？我没有抽烟。就你过着阳光的生活，不烟不酒。我想她的眼袋也是一个让你看起来沧桑的原因，所以这边的一些什么东西，她有一点眼袋。我觉得她算是差异比较小的，你会叫她到她的照片旁边去一下。可是也是一种疲倦感。我觉得我眼睛比较有问题吧，因为我眼睛。我觉得他今天当选不了，差异最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看到刚才那个白白跟叔叔。我觉得我今天会睡不好，太多很重。基本上，他左边也是有眼睑下垂的问题，是，所以双眼皮就是会一大一小。他感觉就是会跟那种酒店维士的人谈恋爱，我不要一直在酒店。好。演员，不过你看一下那个，哎，我看白白到什么状况，好像还没好哎。眉毛，我先帮他把眉毛修掉。我跟你讲，他比你差别大，真对哦，所以你今天赢不了，演员去做好吧。超想赢，你超想赢什么呀？好奇怪哦，今天是什么状况啊？这一集就是所谓的华丽终结版吧？那也带不出更公正的菜色来了吗？妆比较艳啦，所以卸下来会给人家感觉，哎，会有差别比较大。今天最后我把这个特权留给李艾好了哈，所以我还要出镜。你觉得今天差别最大是谁？叔，因为叔我出来的时候，叔叔已经画完一半的脸了。对，那听起来好像应该是白白，是白白。真的，预测对了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励志的在。为白白修补当中结束了，好，辛苦大家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